哎呀，婚姻大事也得跟爸把关呐。是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啊。啊喂。我们出去玩。妈。好。见着了。真长个，人长得还行，还留过洋呢。嗯。就是人有点害羞，你说他相亲，他还把他妈给带来了。哎，没事。哎，你天也忙了哈。没有。您身体也挺好的哈。我身体刚好的，完事。我跟你说，我的身体，我今天我要出去锻炼去，我就天天一二三打，今天我天天不操你。是吗？你真是太好了。哦，我妈呀，她平时也喜欢锻炼。哎，那以后要是没什么事儿，你俩就一块去呗。我跟你妈一块去啊？那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问题倒你，问题倒没什么问题。我感觉应该，要我要出去锻炼，应该咱俩出去啊。我陪您去也行，早晚都是一家人，那也是应该的。哎呀，这说话多坦率！他要差不多，那咱今天就把这事给定下来了。我这儿倒没啥意见。就看他了。嗯，我没啥意见，我跳。这是啥问题？还问他？他同意那就可以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。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。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哎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妈，不，你咋就这妈呢？这怎么改口了吗？你不叫妈，我叫啥呀？他男的。我少叫，他的事我来陪他的。我还以为是你呢。哎呀妈！你咋？